跑快一点啊，又！哎、欸，我好想回头看，但我不能回头看，因为我知道我回头看我会减慢速度。啊啊！啊！Oh my god! Hello， 欢迎嚟到《逃出临界点》鱼篮子特别篇，我系……诶，等阵先 ，cut。OK， 她是我女朋友吗？谈好啲啦。OK， 快啲啦，快啲啦 ！Oh my god， damn！今晚我佩佩同阿奇会分成三组，挑战以最快嘅速度行完呢条猛鬼街。期间除咗要解决复杂嘅谜题，仲可能会遇到一啲超善嘅事。好啦，我们要逃离猛鬼街。我已经准备好晒，唔讲咁多，快啲跟住加埋一齐。吓，又坏？你仲用紧呢部机啊？咁我去揾线索先啦，等阵你嚟揾我啦。OK， 有手电筒，我们可以拿。哎呦，这里怎么那么破啊？要我这边旧的，没有我在哪里？这里是香港九龙吗？我想骂他这个子为什么要吓我，没他被抓走了。等一下，我觉得这游戏有点恐怖。嘿，我有看到吗？我有看错吗？我有看错吗？没有，我就要被吓了，我被吓了。OK， 我安全。哎呦，这个游戏也还好嘛 ，man。他只是在装神弄鬼，他其实要吓你。他只是假装轻轻的而已，他其实不会真的吓你。哦，这是我的员工证，我叫赵维乐。man， 为什么我的头发这么蠢啊？又，我可不可以先去发廊帮我换一个发型 ，man？ Oh my god， 我觉得我要改一下我的发型。Fuck。啊，对。啊！哎！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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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f is this? Yo！ 她是我女朋友吗？她怎么变成这样？为什么他突然带了一个那么大的瞳孔放大片？那并不适合他。Yo， what the hell is this？ 我要跑了，对不对？我要跑了。Oh my god， 我要跑。Dang， 他不会再出来一次了吧？跑快一点啊 ，Yo！哎、欸，我好想回头看，但我不能回头看，因为我知道我回头看我会减慢速度。啊啊啊啊啊 ！Oh my god！ 我要怎么跑得快一点？要 ？Why？ Why？ 我有按 Shift。好了，我现在可以跑了。我有没有在跑啊？跑啊！啊！
I don't, no. Stop. 锁住啊！喂，锁住了，怎么出？Why? Oh my god, 我要躲衣柜吗？喂Oh my god, 我要几次看到他那个戴着瞳孔放大片粉底擦很白的脸，我不要再看到了，他已经不是那个我女朋友了，他已经不是从前那个样子了。Oh my god！Oh my god！ 我现在安全了，对不对？我觉得我现在安全了，！Oh my god！ 我可以出去了，！All right！ 我们要找钥匙。OK， 他已经开了，他帮我们开门了。Thank you！Thank you！ 他还是有念在我们的旧情的。欸，我这边没有出口，我要怎么进去？我要怎么样才能不要吓到哟 ？All right， 这边有东西应该是我们需要的，机器的把手。OK， 我们有了，我们有把手。So， 我们要去哪个机器 ？Oh my god！ 对不起，我喜欢男生。对不起。我要怎么做？我已经拿到把手了吗？Oh my god， 我好热 ，fuck！ 哦、，the hell is this？Damn, where？这里啦。All right, 我发电了。啊 ！All right， 我不怕你了。What？ 为什么我还是怕他 ？Yo， 我不是开电了吗？他不是会被光照死吗 ？What？ 他是傻子。Oh my god， 我们要关 ，fuck， 我们没关。Stop。All right， 还好我们在这里。All right, now we safe. 哈哈，来啊，再来啊！哦，还不好，我好怕。OK， 你再来啊！我射，你再来啊！喂！啊！你来了！你再来啊！喂！哦，我要木板啊！好了，我们装好，我们安全了。Yes，
完了，他要死了，你要死了，耶、yeah, 耶、yeah, ！虽然你是我前女友，但你还是要死，嘿、hey, ，耶 ，get out！ 老师，我要下去。All right, we cool, we cool， 我们安全了，我们安全了，我们安全了。Oh my god！ 我要上去 ，OK。Oh my god！ 不要再想了，我来了，我来接电话了。God. 喂，你找谁？你仲未死？你系边个？嘉伟佢？听住，佢而家唔系嘉伟，你一定要揾到嗰个阿婆嘅屋企。想留翻条命嘅，就要快啦。美英，这个在装神弄鬼 ，shut up。学了，还活命就赶快 ，shut the fuck。All right， 我们到一个新的地方。OK， 一切都很好，一切都很好。Oh my god， 这什么地方？面积怎么那么大？小光球，我要光球干嘛 ？Man， 我自己就有一颗球了。Oh man，I mean 两颗。两颗又大又圆的球 ，man， 我还要小光球干嘛？我们开门，我们开门。啊，我还有一颗球，我还有一颗球，我还有一颗球。男人都需要两颗球，所以我还要一颗球。But where？ 左边。哦，不会是这里吧？The hell！ 所以，我有了吗？我有。呢个系子轩。哦，球在他这里。OK， 谢谢。哟，我要怎么拿、啊？哎、欸，我不能拿哎、欸，我不能拿他的球哎、欸、，why？ 哦、oh, ，蹲着拿。All right, all right, all right. Thank you, thank you. All right， 子轩 ，appreciate 你的眼球，你的牺牲是值得的。哎、欸，还有我蹲着拿 ，Who the you are， 子轩 ？All right, yes， 我们靠子轩的眼球开锁了 ，Damn。Thank you， 子轩。Never mind， never mind。没，为什么？为什么不是拿他的下面的球？为什么不是拿他的？My fucking fucking 你还音乐。这个游戏的音乐。Hello， 嚟啦，细佬。Hello， 奶奶，你是我奶奶吗？奶奶，我好想你。婆婆，呢度发生咩事啊？可唔可以帮下我？我朋友嘉伟佢好唔妥啊。因为我的前女友她很不正常，咩？后生仔，我不知道她会，她为什么要戴那么大的瞳孔放大片，也不知道她为什么要皮肤画那么白。鬼门关大开，你哋唔应该嚟呢度啊！婆婆，求下你帮下我哋啦！今次唔系专登冒犯咁多位，嘉伟一旦正常翻，我哋就会即刻走人噶啦。咁就要睇你哋嘅造化啦。什么叫看我的造化？没，他在讲什么？有几道黄符，你攞去啦。黄符哪里有？佢都系时候要走啦。黄符在哪？每逢盂兰节晚，
婆婆黄符在哪？仲敲响八字嘅时候，她不是说桌上有黄符吗？佢就会过去隔篱单位。哟，准备反送，等我翻去。哎，我不能开手电筒哎。你要趁佢喺房嘅时候，将道符贴住，无论佢讲咩嘢都好，千祈唔好开门啊。OK， 不能开门。OK。哦，这边这边，拿到了。OK， 钥匙、黄符。OK OK， 我应该都拿了吧。Alright， 谢谢婆婆，那我先走了。好好照顾自己。OK。Alright， 我们回到光明了，我们重现光明了。OK， 我们可以开门了。Yes。我感觉他要出来了。时钟 ，OK， 我们要把时钟调到正确的位置，所以应该在刚刚的这个上面。6:30买菜，所以我们先试试看6:30。6:30。No， 不是6:30。OK， 我们换下一个8:00回家煮饭，换8:00，8:00喽，煮饭喽。OK， 煮饭了。有好吃的东西吗？啊！他说要煮饭。你这个样子，我怎么吃得下去？这边没有衣柜，我要怎么躲啊？哟，我已经知道是8:00了，但是我要去哪里？哦，我跑到这里吗？我们试试看。我们试试看10:00好了。刚8:00要煮饭嘛，我觉得他可能太生气了，觉得说干，为什么我变成这样，你还要我煮饭？他在生气，所以他跑过来。所以我们看10:00要干嘛？你说的有道理。不是10:00，是9:00。帮我煮宵夜。OK， 那煮宵夜看他会比较冷静一点。9:00 ，OK， 我们到九点。我不能按9:00不行。好了，我觉得我们先8:00，然后等一下躲起来好了。你速度也太快了吧！这么想要帮我煮饭 ？Oh my god！I don't know, man。这里没有地方可以给我躲哟。我一出去就遇到他了，我要怎么躲？OK， 我不要出房间，是不是？哦，躲在货架。哦，我躲在这里，我这样蹲着。OK，I know。这里，一定是这里。Man， 我已经知道了。找不到我。去煮饭，女人。去煮饭！你买好宵夜了吧？买好宵夜了吧？我要吃卤味啊！今天我想吃番茄炒蛋。Oh my god！ 我觉得他离我好近哦。哟，我要出去把门贴符。All right。
我怎么觉得我出去就碰到他了？安全，安全，安全。好嘞，我们出来了，我们出来了。在哪里贴符又？OK， 在这边贴。Yes！ 哈、啊、哈。哦，是要开门啊！哈哈，你叫破喉咙也没有人会理你啦！哈哈，叫啊叫啊，耶、yeah, ！叫破喉咙都没有会理你。哈哈，耶耶，你完了！哇！阿娜，我知道系你，快啲开门俾我啦！叫啊！你叫啊！你叫越大声，我越兴奋，我色。OK， 里面没动静了，进去看看。Oh my God！ OK， 你看这样多乖 ，Come on！ 我们可以。嘉伟，你见点啊 ？All right。快就会死啦！之后我同嘉慧就离开咗城寨，我破坏了吗？翻入去，亦因为呢件事，我哋变咗做情侣。我破坏了。嘉慧因为惊吓过度，有阵时行为会变得有啲古怪。Yes， 就咁过咗。我们过了。喺四日之前 ，I win。我还没过吗？哇哇哇哇哇哇！为什么还没过？我靠你！我靠你！为什么？哇哇哇！